视频呢，谁也不会怎么塞，就看。我们怎么装回去就看谁带的。三缸路。天哪，卖了这么多粉笔，就不知道那几个东西干嘛了。我都没拆开看过。哎，怎么8000的？我记得没有这东西的呀。有啊。手动的不？800-1的没有。400-1、800-1的都没有，没这个东西。小心了，这里有钉子，两边有钉子哦。阿金，你拿个扫把把这里扫一下，太脏了。这两个又绑在一起的，还要拆。
Let me see you right. See? Yeah, see.它这个螺丝大小都一样的。这是司机吗？谁呀？他不是新装那个人吗？是谁呀？对吧？这上面不是有画那画几根线在上面呢？要拧开吧。不是长一样的吗？那种。用短的是吧？这个吗？还画线。他得画了个线的。他画了这里做什么？好的，到时候拼得起来。竖起来，竖起来。写了个一二三。你是帮他拉货的吗？他是在一拉脚吗？啊？这么大怎么拉脚？这么大一个脚。你是他司机？你的面包车怎么了？装这么大一个，车子肯定装不进去。Thank you.
放个箱子干嘛？也开呢，越来越脏起来了。装起来运到这里嘛，谁知道他来不来看货了，也够我们多了，不看直接出货，肯定是包装好了。等下月月拆下来放在箱里。那肯定，他都要干，说不用交。给你干。我们来按着一下，这就是放一边哦。粉笔机做粉笔的，还有写一二三四吧，看一下。你看，这是他的专业司机吗？不是，不是，你是今天拉他到，他要到哪里去拉货的？一个，四个够吧？没办法，你炉子在这里不聪明点。我这样埋汰人了。哎，哈哈哈哈。又不对。长得还不一样的，这都是。真大了。拿那种。哎，对。这个上面写的一二三四万没有啊？没写，没有写，写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花喽。是江南的吗？是江南的吗？宜昌的。他已经坐在这个地方，肯定不掉。就断了。断。把这东西做到，我就不相信。对，我也不相信。怎么说他都是错。你把这个装上去。你看，还掉漆了。啊，对，这样这样的。我就对这里是吧？这怎么有油的？那边看看吗？要拿你个炉。说嘛，不说我怎么都能明白。喝点茶。这个地方可以这里。先装完那两个人。
把它卡住，不让它摇。This has full problem. Hmm? Why is it not locked? Oh. 有一个不行的吧？手感。这老大对我有意见了。对你有意见。
个放在哪里的？就放在旁边的时候。后面有个接水管的。You have holder. Holder. 对。Holder.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it.就是到时候粉笔那么短。
is okay. Yeah, because you did not open. Now it is open. Now it is so closed. When the machine starts to work, it should be like this, right? Yeah. Not like this. No, not like that. Okay. Like this. So when I start walking here, it should be like this. Okay, so we finish, huh? Yeah? Then you push out the chalk. Oh, yeah. Now we don't take a time. So the chalk puts here, right? Yeah, put here. You open this and this, both. Yeah. Ah, 那我知道是干嘛的，是这样子，应该是。那这一块呢？放里面，打开，里面。有时候会堵吗？ 就把竹子划开，但是这绝对没电了，这个。哦，小哥拉了一个。
你要一个吗？不是，不是小马，这小马还管好，你把这个看看。啊。你那边。日子，你这，你多少年了？要把这个。